红包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初次见面时我有些防备。我拿个鸡腿诱惑他，我本来自己吃的都给他了，但他们竟然把舍不得吃的鸡腿给我吃。哎，他去哪儿了呀？陪我玩，还说要给我一个家。你给你安个家吧，宝贝。热心的给我找住的地方。哎，这个，我比你大。就这样，我终于有家了。虽然我有时候有些调皮，会搞一些小破坏。但他们总会很耐心的教我。关于我为什么不叫红包，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变成一只人见人爱的小狗，就像红包一样。你一定很好奇，说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的秘密是什么？告诉你们吧。爱我的爸爸。哇哦，你出宫啦！我是个爸爸，开心的是个爸爸哦。